你到时候包装怎么包装？我要去给客人，你要给我上下保利龙，保利龙你要合的，全合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上下盖，然后纸箱一直罩住。上下盖不够。你看了，我到时候怕到时候这个会尾巴会中间是就是把它尾巴盖住，底下盖住，然后中间用那个纸箱一弄，木架再打一下就行了。这个一定要打木架，不打木架不行。这个保利龙跟那个纸箱就占地100多块钱。还要再想吗？差不多吧。还是要再小一点可以。可以。嗯。那咱就再刮掉一太细了，到时候我怕容易断。对。你要考虑生产，生产的话会。啊，真的。